我们家现在可乱可乱了，就跟遭了贼一样。我老公现在在那收拾呢，然后我先做饭。今天晚上做一个芹菜炒肉，真的，这种乌檀木的菜板，大家一定不要买。现在我都已经弃用了，小200块钱啊，还死沉的，三厘米厚。现在我都改用这个竹子的和这个不锈钢的了。不锈钢这个可以两面用，这边是不锈钢的，这边是这种麦秸秆的。我们把冬天的衣服之前一直没翻腾出来，今天把冬天所有的衣服全翻出来了，要重新洗一遍再穿，太乱了。真的，菜板买个便宜的用，一年一换，扔了也不心疼；买个那么贵的，没用几天就变形，气死！你这半天不收拾，光搁那吃啊？我很饿你说你收拾，我做饭，这倒好，光搁那吃。饿了。做好饭喽！今天好几个菜，再来点儿白葡萄酒。来，干杯！哎呦呦呦，干杯！太乱了，在家里。今天吃的超健康，这是我妈做的大馒头，老好吃了。谢谢媳妇。就是甜甜的，比那种白面馒头直接好吃，感觉哈。嗯。哎，我知道，突然想到一个词儿。嗯。香饽饽。这是我第一次炒芹菜。芹菜炒的不错。芹菜粗的应该从中间再切一下。你啥时候买的芹菜？刚买的。嗯。我家里带的。灌肠、腊肠，应该是灌肠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尝一半吧。好，你吃多的吧。